你要是敢动我，我就把你的头砍下来！我谁让打？开枪！跟我耍流氓战术是吧？我就给你耍流氓了，怎么着？开枪啊！你不开枪，你就是鸵鸟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有胆色，给他特殊待遇。是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给我站住！你杀了我！你要反抗，保持冷静。你给我保持冷静啊！闭嘴回廊！我是黄继光连的兵，我流血流汗不流泪。大兵，我跟你们拼了！你怕死老子不怕死？他们不敢弄死我。 老子要是有个好歹，我绝饶不了你们。好好享受吧，不怕死的伞兵！你，同生共死，我就喜欢看到这样的场面，太感人。可惜啊，你们就要下地狱！各位。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冲动，保持冷静。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，不要做无谓的牺牲，听见没有？难道我们就这么看着老伞没辙的？只有活着才能战斗，只有生存才能反抗。中国陆军特种部队，来自地狱的勇士，欢迎回到地狱！ 我们是军人，所以请您按照日内瓦公约来对待我们，善待俘虏。多好听啊！日内瓦公约，什么是日内瓦公约？你们知道吗？啊？好吧。 我现在就执行日内瓦公约。小赵，小赵，他是军人吗？告诉我他是军人吗？按照日内瓦公约，军人如果不穿自己的制服，穿敌军制服或者民用服装，可以当做什么？你告诉我。 你告诉我，间谍，小赵，老子是按照日内瓦公约把他枪毙。小赵，是我害了你，小赵！你给我闭嘴！把他拖我房间去。是。走。现在执行日内瓦公约，结束。把他们都给我关起来，我要好好的。 跟他们挨个谈心，我就先从这个女间谍开始谈。我他妈的，你们都得给我谈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们有种就杀了我，别糟蹋老子女人！畜生！ 又弄得冲我们来，我干你们了！那是你的女人，难道你不知道？伞兵下降，100公里范围内所有女人都是老子的吗？那你知道你现在面临什么危险吗？不就是枪毙吗？你还知道？那就别废话！我要割了你的喉咙，拽住你的肠子，你死劲到了。 行，有种！最好趁我还没逃脱之前把我宰了，痛痛快快的死啊！来啊！没那么容易。慢慢受着吧，鸵鸟，你是最勇敢的鸵鸟，坚持住，鸵鸟，坚持，冷静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！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折腾我们？ 记得我们的入伍誓言吗？记得，记得。
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服从命令，严守纪律，英勇战斗，不怕牺牲，忠于职守，努力工作，苦练杀敌本领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在任何情况下，绝不背叛祖国，绝不叛离军队。士兵们，我们的荣誉是什么？忠诚菜鸟卫队，忠于祖国，忠于人民。 要活着，不要自杀！要活着，要活着，千万不要自杀呀！一定要活下去，你要活下去！ 没到弄死他的时候，让他先活着。